雨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和那个大滑冰认识？求求你们别打他！要打的话，就打我吧。大滑冰就是邪魔白骨戴沐白的后人，现在还不是对付他们的时候。这里是史莱克学院，强大到可以同白骨公爵府里的人对抗。我现在要做的是变强。这就是我们冠军争夺赛的对手，一个医馆家伙带的队伍。